主料清香5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番茄沙司、醋、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适量的糖、醋、番茄沙司搅拌，微酸口味。虾去腥线，备料，放油，放虾，虾炒红，放番茄酱汁，继续炖，熟之后装盘。烹饪技巧，火别太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